笑呢，现在怎么说呀？你去看啊，你没耐心等就走。各种地方跑出来，快点！用屁股你要先出来。哦，要出来了，小鸡加油！蹦蹦怎么那么兴奋？他是黑人，会比较好出来吗？这样就看不到你了。你啰嗦哎！相机还照啊，哎，扭扭扭了，跟小鸡一样。照相吗？还是你就照相啊？你很烂，都不会照相，不会对焦。笨，连对焦都不会，你看你都没对刀，还能红？而且你这是没有成功的。你现在关了，哦，出来了。因为它还有脐带淋在里面，不是，就那个什么鸡蛋。出来，出来！妈妈好爽哦！要等。它脚在拨那个带吗？出来了啦！它头卡在蛋壳里面了。头抬起来，快点！对对对，好棒哦！来下一个，小鸡，你出来了，继续叫来了。不要，那它还粘在那个蛋壳上。蛋壳上了，就不要，不能帮它拔，要让它自己弄。我知道。嗯，死掉。你走，你走，对，哎呀，不等你，现在变乌龟了。啊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站不起来，站不起来。你好棒哦，小鸡，你好棒哦。你该是在看那个？好好好，你出来了。啊，他一直想要站起来。你到底有没有对准？你不用对了，你要看他直接看了啦。
想不出来了。那你干嘛转进去了？啊，我要弄这个。你好棒哦，小鸡，拜拜，快点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。哎，站起来了，你好棒哦。这应该直坐着。